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吉林体校的王一入场，宋楠准备。 王一的整套表演最后滑结束了。那么让这么小的年龄来理解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这段电影，确实，它难度应该说非常大的。大屏幕上我看打的他的音乐是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但是我觉得他这个音乐好像不是《罗密欧和朱丽叶》那个选段。他用的是他配器。那可能这个屏幕上显示错了。那么我个人觉得王。 一今天整套表演比较拘谨，没有放开。其实他平时训练的，这种表现的这种水平还是挺好的。但是今天几个跳跃不错。对，这名队员的特点，我觉得就是，比较，水平比较平衡，就是不仅是转。
而且跳跃及步伐比较全面，不是像有的运动员是那种我们讲缺腿儿，哪一方面突出，对，另一方面不好。而且从他的整套的表演来看，我觉得他是个比较全面的运动员，以后要是多加功夫，细抠这些动作的话，对，还是很有发展的。咱们对于这些小运动员来说，能参加全国锦标赛，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次很好的机会。他们也是特别希望在比赛当中能够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。尤其这一次又是十一冬会的预赛，也涉及到资格，就是资格进这个十一冬会的一个问题。节目内容分41.40分。最后的得分是71.82分。该选手总分71.82分。对，这个分数对他来说是现排名第12位。